谈一下这次的新年活动吧。我只能说，我觉得这次的新年活动真的蛮塞的。我有跟庄商讲一下，然后他们说之后会在他们这次检讨会开一下。那我自己是跟他们讲说，我觉得这次是什么？这次主要让我真的不舒服的原因，是因为这次的这个奖励真的太塞了，真的太烂了。所以我有跟他们讲，那他们说会之后会再开会讨论，然后之后会再就是可能会再调整啊，因为这次真的做得不好。然后我有跟他们讲了一下，就是非常含蓄的跟他们说，我觉得这次真的这次的团战蛮垃圾，然后奖励蛮垃圾的啦。然后就说希望可以有一些调整，对吧？大概这样。